暖的闲大结局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一切还不晚，所有的等待都值得。温暖的闲大结局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一切还不晚，所有的等待都值得。温暖在得到了南贤妈妈的原谅之后，一个人去了英国找战南贤。在他们曾经有过美好回忆的每一个角落去寻找战南贤。温暖特别期待战南贤可以突然出现在某一个角落等着他。战南贤带温暖去坐摩天轮，战南贤嫌温暖穿得太少，会把他们的宝宝冷到，于是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温暖披上，然后开心地在摩天轮上与温暖跳舞。温暖看到小男孩的举动，马上就想起了战南贤，想到战南贤当时给他买气球时对他说过的话，所以他马上向小孩是谁教他这么做的，小孩于是让温暖跟他走。一个小孩子走到温暖的身边，用当初战南贤给他绑气球的方式，在温暖的手上绑了一只气球。演艺圈的女学霸，本来靠才华也可以吃饭，没想到却是台湾第一气质美女。她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只想拥有这一刻的平淡。她要温暖记住，只要温暖不放手，她都是属于温暖的。温暖看到了拿着气球慢慢向她走来的战南贤，他不顾一切的过去紧紧抱住战南贤，这一刻他知道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爱战南贤，也承受不了失去战南贤的痛苦。半年后终于相见，结局是个很美，跟你们想象的一样，是个完美的结局。气球还来得及，只要最后是你，所有的等待都值得。祝福所有点赞评论转发的小伙伴，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。